可能我露营起来。露营就放个组嘞。等一下电动车组的人要过来喽。他们租的是在兆丰农场。哦，少年的，少年的骑电动车，啊，老大人才用行。骑到开到万年啦！骑太快了。开到万年，那较紧的啦。你放了它就那个啊，就是踩一下刹车一下就这样子，哎，不要跟我玩了，不要。你摩天轮车还设立哦，啊。哎，都是同一脚。张宏信有驾照无啦？有，就是爱有爱有咧开啊，较重要。你刚刚去带伊去练习，叫你过来带伊练习。小丽难得，小丽只能开电动车而已、啊。他的驾照只能开电动车而已，他驾照买的是。回家办的哦。有啊。人伊台上迄个驾照迄足俗的呢，台中啊。足贵，才万外，伊讲才两千块一张。台中足俗。台中用啊。哦，今天的天气又好。然后早上一早，现在十点多，兆丰农场都没有人，真的是太棒了。这种旅程真的太好了。今天来探路，如果好的话，下次再集结一些众亲友来这边一起游赏兆丰农场。